各位朋友好，我是彭启明。今天清晨呢，台北市的低温十六到十七度哦。 其他新北市到桃园空旷地区十四到十六度，有些空旷的地方呢，例如说像苗栗、新竹丘陵地，因为辐射冷却或当地的特性，得到十到十一度哦。那昨天感觉呢变冷，主要是下午的时间，呃冷空气报到，一下子跌了三到四度哦，这个会有点冷的感觉啦，就是这种突然的降温。不过大致上呢，这波冷空气并不强，而且偏干冷。虽然说北部较为阴沉。 干冷呢，还是没有像湿冷的来的冷，而且呢，这个十六到十七度的温度，说实在啊、哦，应该称作很凉了哈、哦。呃，也建议呢，许多媒体的标题，切勿用某些测站哦，十到十一度做标题。呃，建议还是用一般台北市或都市的温度来做代表。 代表呢，多数人会居住活动之处。那气象预报人员呢，通常是以主要的测站为预报的方向，准确度会比较高啦。类似辐射冷却的这种低温的测站，因所在地不同，差别很大哈、哦，很容易造成一些误解。所以，呃，这个对天气预测的信赖度上哦，会差很大。所以也建议你呢，看到奇怪的温度，要先看内文哈、哦，不要被误解，因为这个两个、哦、一般的标准测站的准确度跟 这种所谓空旷无人站的准确度的预报准确度是有差的哦。那今天白天呢会稍微回温，北部可以到二十一到二十三度，中南部二十三到二十五度，南北呢还是有一些落差。明后两天呢，周五周六回温更明显，北部可以到二十五到二十七度，中南部呢也可以到二十五到二十八度，尤其呢周六投票日当天的天气相当不错，至少呢温度会明显的回温。 不过要留意的就是说，可能会有明显的浓雾发生，要注意能见度可能会比较差。同时呢，西半部大气稳定也伴随着空气污染物的累积，空气品质呢会较差。呃，敏感性的朋友要注意到时候的变化。 那预计周六晚上开始呢，有道封面会逐步的接近北台湾。这波封面呢有水汽，也伴随着较冷的空气，明显较为湿凉。温度呢倒不是会降太多，但是预期呢，周六深夜到周日整天，北部还有东部会有阵雨，中南部的水汽也会略多，偶有一些局部阵雨。到周日一的时候，三千公尺的高山也有机会会下雪，道路也有机会结冰，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。 预期呢，下周一、二就会逐渐的回温到周三，下周四，另外一波冷空气南下，这一波呢可能会影响较长时间，强度呢可能有待观察，但是至少呢，这和这周呢，其实呃偏暖的天气是不大相同的，所以也建议你呢好好把握这两天相对稳定，可以多晒洗衣物的好时间，是年前大扫除很适合的天气哦。那今年冬天呢，温度虽然偏暖，但是还是有些温度的变化。 温差的变化，这个对于这个流感还有呼吸器官的疾病哦，仍然有明显催化的效果。尤其是这段这段期间呢，群聚活动特别多、呃，很容易感染疾病哈、哦。所以也建议你呢，做好个人的自我健康管理，勤洗手，还有戴上口罩，避免直接握手或是飞沫传染。这个对第一线防护呢是很重要的事，请大家多留意了。以上气象由天地风险彭启明提供。